有得闯了。为啥么？既然让我开场么，总归要闯到个，闯好了不算数啊！搿只箱子里还有一眼物事，糖、甜的，勿是必要买的，勿买买也可以的。即使欢喜买的么，我有得打了海啊！现在勿买，要闯好子了买了啊！再来调脱一副袈裟，搿副袈裟呢，市面浪向现在也勿大有了。那这副袈裟呢？这副袈裟叫啥名堂呢？叫七巧板，也叫礼虎板。啥叫七巧板呢？这个浪两块，搿浪五块，并拢来是七块，搿那叫七巧板。那么考起来呢，一定搿只考一级，搿只要考两级，好听的。那么好的辰光呢，难学，两级一级，两级一级。那么我若什么两只手搭档了。这是最老实的基本考法。那么考得熟练了，你有糊涂考出来，这个浪像三级四级没关系，这个浪成就一级。那么现在两个唱滑稽的人不用这个么子了，这个么子已经太老实了。伊拉搿只物事叫啥？叫带特是伐？啊，一头要唱带特，一头还要唱流行歌曲。那么搿个是新式的。那么阿拉搿个呢，小日红呢，这个名称啦，有两个侪晓得的。辣辣过去三十年前头，江苏、浙江、上海，总归这个几个范围里向头啊，这个小日红大家蛮多些。那么现在三十年呢，这个一个集中勿大看见。也、啊、就是讲，辣辣滑稽市面浪还没个辰光，就已经有了小日混。那么小日混的演出的内容是啥呢？考考小路，那么开闸开场，留下来么南腔八调、九腔十八调、新闻、花板，侪要唱。那么唱好子么，铜钿么不收的啊，门票么不买的。那么欢喜吃糖么，买点糖么，糖上才两钿，是搿能一只品种。那么有人讲这个两块叫七巧板，可以好唱唱各种调头，或者戏曲，或者民间小调，侪可以。这个板上敲敲是好唱的。表演的形式是一家头，用不着搭档的，也用不着乐器，所以这个特色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还有一种叫礼虎板。那么啥叫礼虎板呢？曾经伊拉唱过礼虎落，这个七块板上响。那么这个礼虎落呢，那地带里经常收到这个绍兴啊有一只曲种叫礼虎落，实在上海人唱的礼虎落呢比绍兴人的不太白，不过现在没人唱了，还要我来唱两声给大家听听。要一头靠一头唱，安东安尼嘎啦起得菜子花儿开得一开一梅花，花个枝个东北嘛，九个枝嘞，九九梅花开，花开儿梅花落，得儿一毛落梨花。哦哟，来个来嘛，来个来，来自一位那个大老板，背头正得来嘿嘿歪，好像嘛龙虎堂里个跑出来，八字皮戴凤眼，开支低做老板，讨家务。买以为养儿子受后代，谢谢侬掏光一扎大个东阿伯，哎，九九梅花开，花开了梅花落，得儿一毛落梨花，还是上海人的梨花落，唱起来不比绍兴人太白。可惜呢，上海梨花落已经听不着了。今早头辣辣吃里块，我来学两声给大家听听。那么我呢，这个不是唱梨花落。唱小日红，小日红呢就是样样侪要学的，哎，伊这个特点呢就是个呢。那么我你个基本的唱，基本的调头也有个，但是今朝头呢，先来介绍我们小日红的特色，样样侪要学，学得有点像伐。那么这两块板浪向呢，
要唱两声，唱流行歌曲唱一拉不够，可是两个小伙子唱起来灵光了。那么假使是要唱各种民间小曲，不一定伊拉唱得过了，这是伊拉没听到过，各种调头也不熟悉，伊哪能会得唱呢？我今朝头我来唱两声给大家听听。这个民间小曲分两大类，一类呢是江南人唱的，叫江南的江南小曲；还有一个呢是辣辣上江北面的，叫苏北小曲。上江北面的也叫江北，江北么呢？扬州人，还有么宜城、兴化、泰州，搿只角浪向呢，这种民间小曲蛮多。不过现在是也听大不到，那么我来唱两声，先来唱江南啊，再唱江北，江南江北，做啥一首歌啊？那听好了啊！小曲蛮多，那么今朝先唱一只啥呢？先唱一只《守护栏杆》啊！守啊护，栏啊杆，口袋么第一声。杨大枕头老嘛劝劝我个老君，一路上西花老爷嘛烧起菜呀，上人住个落花车，老爷嘛是当心呀。老头子了喉咙太白的，我拉年纪轻的辰光唱起来声音我要好听点嘞。那么侬要看一只小调，里向有点意思，啥个意思呢？男人嘛，明朝要出门了，那么头么困那个鸳鸯枕头上，搿只手么去搭那个栏杆上。那么这个啥个栏杆呢？老式的铜床、木头床才有栏杆的，是吧？现在是结盟式，才新式的。新式的呢，这个没栏杆的，有个是一块么子，是吧？老早有栏杆的，那么有两个弄出的当做桥上的栏杆了。那鸳鸯枕头去扒拉扒住脚上，我两家头去捧那个鸳鸯枕头上，搿只手么去搭那个脚栏杆上，么是个上个栏杆。那么明朝男人要出门嘞，那么家主妇要对伊讲讲，侬明朝出去嘛，乘轮船也好，乘火车也好，侬要当心啊，要注意。那么最要紧嘛，一路上个鲜花不要去采啊。那么啥个鲜花呢？不是那个花园里向去白相花园去采那个花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外头七搭八搭个花七花八个事体啊，就是木槿牌的讲了清爽点，不要去搞五花，搿个意思。搿女人嘛最不放心男人出门搿桩事体，侬懂我啦？搿辣搿只小调里呢也有意思，是吧？那么还有小调有伐？有个，那江南一只小调蛮出名的，一只调头现在保持了，但是个内容大家侪忘记脱了，啥物事嘛无三斤，还要来唱两声拨㑚听听看啊。老爷们一路进呀，唱罢了子宫听，子君个要听嘛，心呀灵灵心呀，老爷们一路个不话谁听呀，子君多个听嘛，大家要灵灵心。小小嘛无锡人呀，自古到如今，东南个西北嘛，共有四人们呀，一道子民国个三呀年份呀，新朝哪个一入门，光呀光复门，光复嘛正闹忙呀，烧起子弟登场。厂里想做工的是小杜姑娘呀，星期天买个日啊提走呀，开一部个木车嘛，都都不想想，噔噔噔哩，噔噔噔噔哩个哩个噔。这个是啥呢？这个是自家拉五斤，知道不啦？啊，唱不要。有五斤的，那么我这个是独角戏了，真正的独角戏，一卡头，搿个用勿着五斤，搿么自家拉了。那么搿两声侪是江南的啊。那么现在呢，还要唱两声这个上江北面的，唱江北。那个江北小调大概勿大好听，哦，蛮灵的，还要来唱两声拨大家听听啊。七彩呀，一个房中啊。
大呀嘚拍呀，花厅的个小菜了走进楼房来，上手的把门开呀，喂呀喂子哟，上手的把门开呀，是不晓得还是蛮好听。那么还有一只呢，今朝唱是最合适了，叫啥么子？叫年思鸟太美，可是唱起来是苏北人是比啥人唱的好听，我相信来试试看啊。真啊，月里的天啊，美思鸟啊，有笑。我啊，看你个小妹子，面孔生得标。妹子啊，我们老早回头跑，你个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只要一出去白相，不晓得我的意思，侬也晓得。啊，个年思鸟太美唱起来，好几段了。那是我上月不唱，忘记掉了。真啊，月底的天啊，美是真啊，月真。我啊，以你个小妹子要去看那花灯，天灯是家的呀、啊，啊妹子啊，我们要天天心，你个动静不动静？市面上想不是有一句闲话，动静不动静嘛？动静不动静，这个来历就是在我这小调里向的。哎，后头呢，视频浪向，才有个句闲话了，是吧？再过这个意思弄懂吗？阿拉看花灯是假的，要弄出来嘛，大家谈谈，是吧啦？老早谈谈呢，不像现在，现在谈理也谈公开。老早男的搭女的，不往瞎谈的了，是吧啦？啊，只好偷偷地约出来谈谈啊。那么这个两声呢，也是苏北的。那么苏北小调最好听啥么子呢？最好听有一只叫十八扇子。可是唱起来没闲话了，这个苏北人唱十八扇子没人好改造，我相信来试试看。一把里的扇子七寸长，一个人的扇风二寸凉，凉着凉着轻啊凉，这狗把狗松啊凉，这快乐快蹦啊凉，哎呀哎哟，哎呀二寸呐凉哎哎，是吧？这苏北人唱起来是没闲话了。侬调一个宁波人唱起来就不好听，一关西子，宁波人不叫一波一关哦，一关两关光光头的了。一关西子七寸江哦，一个人个西风，两个人两哦，两样六亲哦，七个八个双哦，各相当的蹦哦，这是不来塞了。不要把那苏北人唱起来好听，这快乐快蹦哦，七个八个松哦，好听是吧？这个各种个地方口音不一样，假使再要调一个地方，唱起来还要难听。啥地方嘛？浦东人，浦东搭上海稍微有眼两样。黄浦西面头是上海，黄浦对过那头叫浦东。浦东人讲闲话搭上海人分别不同，音两样。上海人叫风，浦东人叫轰。上海人叫车子，浦东人叫车子。上海人叫豆沙，浦东人叫豆小。上海人叫吃茶，浦东人叫吃小。假使这个几个字眼要并了一道，串成功一句闲话，就可以得出浦东闲话的特点。三年子了，浦东串小，到上海来推小桥，桥到桥台高，到小馆里吃小。这个几个字眼别整嘛，讲起浦东闲话来像个人。浦东人唱十八扇子不好听，我相信来试试看。一把摇红，不是叫摇红我啦，上海人叫扇子，浦东人叫摇红。调弄么子摇，要么有红的，不要么红面的，叫摇红我啦。一把摇红七寸长，我啦。上月不看见我，读了鬼，我要轰读来我，不听我，哦，才叫我，这个我是口头语。一壶摇红七寸长，我，一个人的水红，两个人两个，两样的亲哦，七个八个送哦，五百六七百拱哦，哎呀，难听我了，这个没苏北人唱起来好听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两三年叫啥呢？叫小曲，是吧？那么现在规规矩矩要来唱的，对吧？哎，没唱了嘞啊！那个老公啊来的呢啊，
这个是阿拉正式的来的啊，这个是阿拉基本调，基本的。这个两块么子啊，市面上不大有。有两个，这个么子阿拉上庄看见的，对吧？电视机里向上庄有的，两个有名气的上海食堂，王永生、军八康，伊拉不是才考的吗？稍微有点两样的，伊拉是红毛的，这个老用高岭的，搭牢的。阿拉这个三块么子正式的叫三条。三块么子要挑的，叫三条，没高岭，啊没梳头，红毛的价钿大，阿拉用毛竹削削，是吧？嘿嘿，经济实惠，是吧？那么现在呢，真真实实要来唱，唱稀奇事体。这个稀奇事体，中国那没听见些过，哎，市面上有的阿拉不唱，哎，叫说稀奇了，我稀奇了，叫真稀奇。那么说唱不要唱，这个形容要的啊。这个不过嘛，我刚刚讲过的，这只箱子里一眼糖，不要向大家介绍。那么我这两块糖是有点名气的，小牛混专卖礼糕糖，专门卖的礼糕糖。那么有两个神王庙里也有的，神王庙里两样的，神王庙里的礼糕糖呢，这个配方不一样。那么阿拉有两只糖，一只是吃不香的，上味道的松子、杏仁、八角、葡萄做了一道的，这个一块糖吃芝麻的。还有一种是吃咳嗽的，不是吃只要咳嗽，要吃到好咳嗽的。那这个你想讲清楚啊？那么这个侬假使有咳嗽，不管新咳嗽、老咳嗽，不管侬大人咳嗽、小人咳嗽、彩礼咳、彩后咳，吃只我这个糖就不咳。哎，那么这个一块糖是零的。那么这个郎中看见咳嗽了，有啥是蛮讨厌，三天五天夜，我现在一场是咳嗽还治不了。叫咳嗽咳嗽，郎中的对头，礼高堂的拿手。郎中看见咳嗽要摇头，礼高堂吃咳嗽又苗头，吃了让遭排头，吃不好打脱胎头。又带眼花头，啊，是不啦？那么有人讲呢，那么侬这个糖哪能样子的呢？这个是银色，因为呢领导让关照，今天穿小牛粉这块礼高堂不要打了海。那么这只箱子蛮老实的，啊是啊，木好铁烫。那么这只盒子倒蛮新式的，啊是啊，啊。还有一个漂亮的姑娘来跳舞，是吧？那么大家见识见识，介绍介绍啊。这个糖呢是个那样子的呢。今朝是商品，这个一包里向呢有四块，两块是止咳嗽的，两块是吃不香的。吃的辰光你不要两块都一道吃，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搭搭味道口。我讲好吃，到底灵不灵？是不是搭神王庙一样的？假使一样的，这个就不稀奇。小牛混个糖搭伊拉两样的，搭地里向买的不同的啊。那么这个里向有几块呢？有到四块。为啥要包四块呢？这个一个口才的，春夏秋冬一年四季，吃了四块糖，四季平安，四季当中样样成当，搿个叫买四块。那么伊拉讲侬这个四块糖买啥价钿呢？阿拉呢勿靠虚花头，收回成本费。五块钿，一位同志最多只好买两包，第三包不供应的，因为一塌瓜子牙齿，我要牙头买了。那么你里向个谁买？你里向买完了牙头就不买了，要听人来牙头买嘛。一塌瓜子的能一只盒子，那么阿里位同志来等我起个头，好吧？叫千人吃饭，叫一人领头，头呢头呢，叫起头头呢。哦哟，来着来着，哦哟哟，买两包好个好个，哦哟好个好，哦哟哟好个，哦哟哟。哦呦呦来着来着，哎呦，啊，你们买好吃，买好的啊，好的好的，啊好的，两包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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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没了，后头只要没了，这当大家当然是要吃味道了啊！买两包，两包，买两包，买两包，买一包的吧。两包，两包，两包，好，买一包。哎，来着，来着，买两包。啊，来着，来着，两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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